城嚟車，邊個停？北停站啊，去邊嚟地城啊？啱北停站啊，唔再停下，即係跟住去做咩？帶翻車。等一等先，因為啱啱架，我坐車。又嚟不停站嘅車。已经晨间六点啦，咁啊，搭班车应该嚟紧噶啦，嚟紧入西门噶啦，有三分钟就到车到站噶啦。已经到咗西门站啦，头先一开始我唔怕啦，因为点解？因为热啊！个机越热啊！请勿靠近车门，请不要靠近车门，第三段发车路。咁啊，先喺西门拍啦，因为咧热机唔好拍。而家去下一站，开车。佢一阵间会停我啊，会落车嘅。第一班車啊，到中環啦。好啦，而家就去東涌線，第日我過去東涌線啊。我都快人跑嘅，聽人講機嘅，或者嗰啲人講就搭一班車。咁而家啱啱過咗，而家6:06啦，係啊。根據而家隻表。依家時間6:06啦，喺中環。好，下個禮拜。